别忘了那些大雨滂沱还有伞。手机没电了。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能忘的人，可能在昨天梦里仍笑得纯真。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可能成都笑着过一群孤独的人，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可能夜空展馆大战。天高地厚，还在这儿。
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让妈妈哭。Brave girls, you ready? 请起立。喜欢。
金柳 Remix。六点钟开播。
是王哥不？大王，社会王。别他妈呀，买份钱。我也是混社会的，是吧？我也是社会人，我讲什么？有没有加特林呢？加特林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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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冒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试试嘛，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我买枪，买啥枪？我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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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蓝火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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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天他妈大着呢，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那我买个打火机。我操你妈！你他妈傻！4683-71582独家提供，还差一万赞，差了不多，欢迎你的收听，还差最后一万赞。别，张哥，你别冲动，我买把短枪，打个钉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不行，一支兵五百千块九。行，你一把多少钱？我买10把。你买那么多干啥呀？下午练习的时候吗？下午。我买完了，你帮我想。咱们周三还有一场呢，早上打。妈，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最好还能卖蓝火。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把那打火机打等我挨着黄本了。哒哒哒哒哒哒。来，我告诉你地址。北方大集新手营，我在运输船上等你。去你妈！还差最后一万赞，我们可以一起把这。别冲动，王老王，最后一句话，我最后一句话。我爱你，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我，那我就失去了你最好的兄弟。你也知道，我没有当过护士，也只有你这一件老师。一起脱衣服的王子，仙女宝宝是谁呀？我们也差不多。来，我们再一起往这儿冲一冲，再往前面冲，还差3000，感谢我优惠。哎，是王哥不？大王，社会王。别他妈呀，买份枪。我也是混社会的，是吧？我也是社会人，我讲什么？有没有加特林呢？加特林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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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冒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
또 필요 없어 함께 할 수 있다면 장난이도 싸워줘 별거 아닌 것들로 돌이켜 생각해보면 난 웃음만 나와요 가끔 네 소식이 궁금해 죽을 것 같지만 이제야 어쩔 수 없는 그런 사이잖아요 가끔 네 생각이 떠올라 너무 보고 싶지만 그냥 묻어둘래요 아름다운 기억으로 사랑 잊을 수 없는 내 사랑 매일 아픈 건가요 너만 기억하면요 첫사랑 소리쳐 불러 애절한 이 목소리가 너에게 닿을 수 있을 때까지 언제나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白天那个衣服我觉得很一般，而且早上的时候被我弄脏了，死掉了，我觉得很一般，没有这个衣服好看。But I let it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个人觉得没有这个衣服好看。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比较凉快。那个衣服挺，我个人感觉挺元气的，那衣服拍作品的衣服。十级登报纸可以用我的头像吗？不可以。冲一波赞吧，温柔妹妹怎么老连我呀？啊，点一波赞，我们跳一支舞，咱们就不跳了，好不好？最近这两天是演的有点，就是演的有点过分儿了。不能说严，就是这两天确实是管控的比较严格。其实咱们就是咱们就跳一个舞就不跳了，好不好？哎，为什么妹妹连我了？宝贝，我刚被抬走。你还跳？你都被封了你还跳？刚被抬走，不跳哪有票啊？我不票哪有票啊？我不票哪有票，骂你打你呢？唱歌局啊，或者打四人啊。没得票啊，要有票我早打你了。打四人呗，打四人就咱俩打呗，打四人。嗯，行。OK， 来吧，来个舞蹈局行不行？输了唱歌，我不会跳。谁输了给你唱歌呀？谁输了给你唱歌？你去找个唱歌主播给你打 PK 呗，输了唱歌。我舞蹈主播，你让我输了唱歌？我输了唱歌。啊，你输了唱歌，输了给我跳舞。我跳什么？不会跳。可以打是吧？云溪哥发话了，可以打。来，让你唱，来，让你唱《该死的温柔》。来吧，我来连你，我发你。五分钟，来，我发你。好。OK， 过程呢？过程。过程拉票啊！过程。行。来闭麦啊！那我闭麦拉票了，欢迎我们小奶昔。加那众筹一下。哎呀，谢，感谢我们雨溪哥，我的妈！我的妈！谢我的妈！好吧，我们发一个全抖音最大的红包，发一个全抖音最大的红包，立刻领！咱们有啥一起送一波，有啥一起冲一波，小星星直接开个！感谢直播间每一位，小星直接开个。这不是腰费吧？这不会是腰费吧？
位哥哥姐姐们，直播间每一位，咱们一起冲一波好不好？小心心一起打满，小心心打满，棒棒糖打满，小心心一起冲一波。有小心我们送小心心，有助力人数我们可以把爷爷完成一下咱们的助力人数。欢迎零幺。七了，背包礼物没送的，背包礼物没送，可以送。感谢我们江妍妍，江妍妍太客气了，江妍妍来看我直播就算了，你还给我送这么多。我们有小星星棒棒糖可以一起冲一波好不好？棒棒糖一起再冲一波，棒棒糖再一起走一走。欢迎我们丝滑莲，欢迎我们骨脂，棒棒糖小星星一起再往上干，小星星棒。手了，好 ，OK OK， 让他该死的温柔。谢谢于总，谢谢我的野，感谢我玉儿，谢谢我野，感谢我神武，谢谢我用 W 七、啊。来嘛来嘛，你是该死的温柔。你干啥？叫爷爷唱？哎呀，这话说的，来吧，唱一个，不要害羞，脸都红了、啊，脸都红了，来唱一个。我们再发个红包，不烦不烦。哎呦，最近这个礼物，再发一个红包。我马上就给你来高潮部分啊，马上。在感受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很搞笑这种歌，感情到位了，感情到位了，技巧方面还需要再就是再练习一下。总的来说的话，嗯，还不错，嗯，没吃四个菜，没有喝多喝几，对，没喝点那啥就唱不出这个味儿啊。我唱，能不能拉个四人，就是别让我唱，让他们一人唱一遍。那要看，那要看云溪哥，那要看云溪哥，就是说愿不愿意了。嗯，欢迎我洞洞，能不能？
该死的温柔啊，该死的温柔。第一名不用唱。哎爷，要不我们拉个四人吧，就第一名不唱，其他让他，让你自己唱。行，你想打我们奉陪到底啊，你想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今天多唱几遍，今天把这首歌给念熟了，我不想把这首歌念熟念会。我不想唱，万万来了哟，这不是我万姐吗？这不是什么意思，什么风把我万姐催，欢迎我朱梦哥，什么风。Hello，Hello，Hello， 好久不见温柔。那我们就唱歌局吧，就第一名不用唱。谁输了陈上开，该死的温柔啊！抢一，抢一，谁输了唱该死的温柔？你们三个就是加油吧，赶紧趁现在，待会儿那个 PK 过程啊，你们可以练习一下，加强练习一下，好不好？对，靠 PK 过程中加强练习一下，然后再完美的演绎出该死的温柔，好吧，温柔妹妹你可以加油。欢迎我们暴走大小老婆。来吧。好，那我们进来了。欢迎秋妍。云溪哥刚刚被抬了，云溪哥这两天催老爷了，这两天老爷了，我前天被抬五次哦。被抬五次，我的天、啊、我一天都在做开场，我从开播抬到晚上，我昨天也抬了好几次，我的天、啊、这两天太野了，那打不敢跳了，这两天属实是就是真的是按在土里面了。你先生一起哥，对，开了一天的开，做了一天的开场，一天都在做开场，你知道吗？就是已经跳到，已经是老师都说你这两天是不是有点精神恍惚了？感谢我们老曹，谢谢我们老曹的，谢谢我老曹多喝热水。没有加团，明天打人机票，明天早上七点钟准时打人机票。咱明早七点钟准时打人机票，欢迎我们孤勇者，发一个红包送给大家，我们发个红包，咱们把我们的凝聚力拿出来，每人一颗小星星棒棒糖，好不好？每人一颗小星星棒棒糖，一起走一波，咱们一起走，一起冲！欢迎我宁雨儿。感谢我们老顽童，能一起打一波，我们一起打一波，好不好？能一起打一波，咱们一起打一波。能一起冲，咱们一起冲，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朵已经追赶上了，朵已经追上来了。感谢我们 solo， 谢谢我们 solo。感谢我 solo， 谢我 solo， 谢我子枫的你连理智，谢我子枫，感谢我紫色连理智。大哥走了，待会儿就回来了。啊，咱们家家长，但家长不在，你们就是我的家长啊。大哥不在，你们就是我的大哥。咱能冲一步，咱们一冲一步，好不好？能一起打一步，咱们一起打一步，好不好？家长在的时候，咱们就家长；但是家长不在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家长。咱们能一起打一波，我们一起小星星棒棒糖，比心兔兔。感谢我行者冰蓝玫瑰，比心兔兔热气球，能一起冲一波，一起冲一波，好不好？打一波，打一波凝聚力，打一波凝聚力。还有小杰，能打多少打多少。能充多少充多少没有关系，能充多少充多少。感谢我们张毅，谢谢我张毅，感谢我们张毅。
一波好不好？感谢我们张毅棒棒糖，谢谢张毅。那棒棒糖可以出力一波，每人可以送一个。感谢我巨野的闪月星辰，谢我巨野，感谢我们巨野的闪月星辰。谢谢我云溪哥，感谢我云溪哥全体起立，最后40秒。现在各位观众全体起立，全部人站起来。我的妈，温柔咋这么猛啊？感谢梦哥，谢梦哥，好久不见，甚是想念。谢谢我梦哥，感谢我几个，谢谢我们子枫，感谢我行者，谢谢我子枫，谢我行者，谢我小杰。感谢我醉野，谢谢我老桃，感谢我老桃，谢谢我 solo， 谢谢我们枫叶，感谢张毅，谢谢我们云游四海，谢谢我们 no， 感谢小花，谢谢一，谢谢我们星辰。咋了？有本事单挑啊，老桃！什么时候说了干嘛来着？你跟老头说来单挑一把。跟老头说单挑一把，12万票，我的天！温柔姐，唱该死的温柔，唱该死的温柔，该死的温柔，唱该死的温柔。江妍妍嘴跳，江妍妍你先唱。好的，好的，好的。我不会唱，怎么办？该死的温柔，不会唱先学一学，学我，听我唱啊。可以。对，听我唱。说好泪不流，缘分已经在记忆里，在感受。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守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那么止不住颤抖，哪怕丢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你还以为一二三四吗？好，我们都唱这个歌啊。对，对，我刚才已经唱了一遍了。那我们。涵涵，你就中间唱吧，压轴比较有压力。好，可以。嗯，好的。把压力给到万万。哎。啊、压力给到万万。啊、欢迎擦肩而过、哦。对，把压力给到万万。我加个特效，有点社恐。可以。哦，好的。我能不能也带个特效？我也社恐。哎，不对啊！欢迎情歌、我还是带那个水饺吧，我怎么感觉啊，这个歌我都没听过。你要笑死我了！先等一下，你这个猪头太搞笑了。我带这个水饺吧，太社恐了。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啊！我要哭了。第一次有人边唱边哭了。男朋友
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这歌要温柔唱才好听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咱唱都没有那味儿啊！我不会唱，这一定要温柔唱才行。听过，嗯，我来吧。你唱歌之前能把舌头捋直吗？牵你的手。他这个太唱的不到。对呀、啊，这群女主播真的，这还得是我温柔啊，嗯，还得是我温柔姐唱。你们自己的歌啊。你们可以找一个自己的歌然后出去唱，输了我会唱的多了去了啊，但是咱们今天就想唱我该死的温柔，嗯，我今天就想唱。好的好的，辛苦了。 OK OK 行，那我们再碰面吧。行，再沉淀一下沉淀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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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沉淀一下。谢谢我云溪哥，感谢我云溪哥。帽子好看是吧？因为头发太塌了，刚洗了头发，头发有点。谢谢雨欣的金相思，我的贴心礼物，感谢雨欣哥。我是故意的，跳舞容易封号。是的是的，没错。对呀，没有错呢，就是这两天老爷了，这两天今天抬两三次了，四五次了，昨天也抬个四五次，这一天天的就不用直播了，就做开场。妍妍就是热心肠，我一般开播的我都会跳个不停，跳完就抬走了，我钱都没挣着。欢迎我们释然哥，跳完就抬走了。但那官方说你是来做慈善的，你不是来挣钱的。我跳不舒服，哪有不跳不舒服？不是所有人怎么不跳不舒服，是因为我就是说，我想让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们能看到我跳舞，没有说什么咱们就不跳舞不舒服，好不好？就是想让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们能看到妍妍的就是才艺。八月的咱们待会再打好不好，咱们先把直播间聊聊天。小乔妹妹被永封了，什么情况？现在是很严的，现在老爷了，咱们现在就是不管就是怎样啊，都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好不好？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打九月能一天到晚的打九月，我不把大哥聊舒服了，你们怎么扣两拿下呀？打这打那儿的，咱们不跟大哥聊聊天，你们怎么扣篮赛？怎么出去打 PK？ 怎么送礼物？是不是啊？那哪来礼物数啊？咱们不聊会天儿啊！大哥，这礼物就像一个就那个就像溢出去了的那个。我的嘴巴。你的麦炸还是我？我的麦。不好意思，我的麦。什么情况？你的麦？我现在嘴巴不利索了，我现在。那
谁说蹦迪了？怎么说？那我们来一个四人，要不然有没有梨窝去蹦迪？我还想邀他，算了。我刚打完。刚跟谁打完？嗯，刚跟几个电母打完。那你还玩吗？可以玩，但是晚一点点好不好？要不我们玩个助力吧。玩个什么助力？棒棒糖助力。棒棒糖助力行。只打棒棒糖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我上次是不是跟你玩过这个？我上次玩的时候玩过你。你跟我玩啥？没跟我玩，咱们俩没打过助力，我很少跟你打助力，没打过。行，那我们就打那个棒棒糖助力加棒棒糖的个数加棒棒糖总数，不是棒棒糖的助力人数加棒棒糖的个数和总数。这两个我都没有挨照边啊，棒棒糖助力总票不就赢了吗？打个双尾，后面加个双尾。棒棒糖助力人数总票跟双尾。双尾也行。行吧。双尾老控制不好，那个好难啊。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打双尾都没赢过，今天就是希望能够把你赢掉。就来吧，打个棒棒糖助力吧。OK， 来直播间每一位哥姐们，我们打个棒棒糖助力。你有十分钟吗？再打个十分钟。我没有啊，你重新连一下吧。行，那你连我啊。嗯。好 ，OK。对面七连胜什么情况？来直播间每一位啊，我先充好值，大哥怎么先充一毛钱，先充一块钱行不行？咱每人送一颗棒糖，每人送一颗棒糖。今天晚上打一波，今天晚上打一波棒棒糖助力人数。我希望直播间每一位哥姐们能够帮妍一起打一把，好不好？能够帮妍打一把，咱们一起帮妍打一把，咱们播间人。OK， 现在开始。哎，不用这么连，点那个互动投票，然后再十分钟不就完事了吗？刚才不用关。等一下啊，刚不用关吗？对呀。啊，我还没有设置，我先设置一下呗。嗯，你设吧。行，我还没设置。打棒棒糖助力了，直播间有位哥哥们，咱们打棒棒助力。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搞笑、很搞笑，今天刷到一个超级无敌搞笑的一个笑话。说来听听。但是这个在直播间里说好像说不出来啊，那就不说了。嗯，我给你简单讲一下，就是他我得看一下台词啊，稍等。 OK 每人一人一颗，一人一颗，你要跟我讲笑话，我在打 PK。 你是在想在糊弄我们家军心是不是？想把我们家扰乱我们家军心是不是？我在打 PK， 我在聚集咱们直播间的凝聚力，你跟我讲笑话。来，家人们，我们发个两万的福袋，一起冲一冲，全抖音最大！每人一人一颗棒棒糖，一人一颗棒棒糖，一起冲一波，一人一颗棒棒糖，一起冲一波。棒棒糖总票，棒棒糖总票。棒棒糖总票，棒棒糖总票，棒棒糖，感谢我几个棒棒糖一起冲上一波棒棒糖。能打多少打多少，能冲多少冲多少，直接开个。今天必须拿下小狮子。棒棒糖助力人数我也全都棒棒糖了，27人再来30位好不好？再来30位，我们打到70人，打到80人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可以打到80人。每人一人一颗棒糖，一人一颗棒糖，差了不多，差了不多，一人一颗棒糖，欢迎我们的皮皮皮。总票
票我就不管了，总票咱们先把凝聚力打出来，咱们先把我的棒棒糖一起冲一波，棒棒糖需要哥姐们一起出手。目前是36人，再来40位，再来40位，再来40位，一起冲，多拿几个号，有几个号咱们上几个号，有几个号上几个号，好不好？有几个上，有几个号咱们一起上几个号，每人一人一颗棒棒糖，一起冲一波。男生哥，棒棒总票需要你出手，吴静哥。棒棒糖总票一起冲，感谢我去欢迎我香哥，感谢我们公屏乱起，感谢下一个我，感谢我们飞天，谢谢我们特务，感谢我们自强不息，打一波打一波，一起冲一起冲，能打多少打多少，能打多少打多少，咱们直接开干好不好？感谢我们先生，谢谢我们先生，感谢我们先生，能打多少一起冲一波。再来二十六位，好不好？打到70人，先打70人，再来26位，再来最后26位，打到70人，我们再发一个全抖音赚到的红包，好不好？好不好？再来26位，感谢我们志远，谢我志远，谢我们风平浪静，再来26位，差的不多，咱们凝聚力一起打出来，好不好？再来26位，我们发一个全抖音赚到的红包，有实力的大哥可以打5201314，欢迎我们神秘招，欢迎我们乙征，敢欢迎我吴静哥。二十四位，再来24位，我们一起冲一波，一起冲一波，差的不能一起冲一波，好不好？一起冲，咱们能打多少打多少，能冲多少冲多少，我们打到七十人，差的不多。感谢我们小仙秀秀，欢迎潘丽，每人一人一颗棒糖，一人一颗棒糖，直接冲，一人一颗棒糖。子峰哥，军野哥，小。咱们家的总票需要一起冲一波，总票需要一起冲一波，感谢我们小先生，还有新风，还有德兰萨，每人一人一颗棒糖，一人一颗棒糖，也需要大家一起出手，需要大家一起出手，感谢我们子峰，谢我子峰，也需要大家一起出手，好不好？咱们能打多少打多少，再来一波，能感谢我子峰的66棒糖。感谢我们先生的棒糖，差了这么差不多，再来20位，谢谢我们先生，感谢大家每一位，再打一波，差了不多，再来二十位，感谢我俊野的棒糖，谢我俊野，谢谢我们 Stan， 感谢我们 Stan， 能冲一波吗？能冲一波，我们冲一波好不好？好吧，再来10位，我们再冲10位，好吧，把我们助理再来15位，能打多少打多少，再来15位，已经到，感谢我们 Beyond Dreamer， 感谢我们鹿，谢谢我们星辰，还有
有两分钟的时间，能够凑齐最后十五位吗？凑齐最后十五位，再来十五个，再来十五个，好不好？咱们直播间四千人直接开干，感谢我 One Piece， 谢我 One Piece。助力打助力，咱们总票需要哥姐们一起守一波。总票，吴静哥、冷半夜守波总票吗？吴静哥，先生、子枫哥、冷半夜一起守波总票吗？感谢我们金，谢谢我们苏皮乱箭，感谢苏皮乱箭能一起送冲一本单的，感谢我们深情日记。差了不多，最后感谢我们虎，谢谢我们虎的连理智，感谢我们虎，谢谢我们虎。再干一波，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王者多少发不行？棒棒糖助力人数，棒棒糖助力人数能打多少？咱们一起打多少，好不好？我们发一个全抖音最大的红包送给大家，全抖音最大。蓝球，我们直接干！蓝球，我们直接干！直播间总票需要哥姐们一起守一波，洋洋总票需要你们一起守一波，再来八位好不好？再来八位，感谢我们晴天，谢我晴天，谢谢我们晴天，感谢我们洋洋，打了是棒棒糖吗？感谢我们先生，最后二十秒，再来五位，最后二十秒，再来五位。直播间总票守一波，大哥出手，直播间总票守一波，先生、洋洋、子枫哥、晴天、风平浪静，总票一起守一波，好不好？总票，咱们直播间这家长一起守一波。吴静哥，感谢吴静哥，谢谢最后十秒钟。不知道他们家的助力人数是多少？咱们不知道他们家助力人数是多少，谢谢我们静，感谢直播间每一位，拿下了没有？他们家助力人数是多少？感谢直播间每一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感谢我静哥，谢谢我洋洋，感谢我洋洋，咱们的那个尾数差了一点点，咱尾数差了一点点，现在目前来说是68人。谢谢我静哥，感谢我晴天，谢谢先生，感谢我们星辰，你们家是71是吗？感谢我们星辰，谢我星辰，感谢我们子枫，谢谢我们风平浪静，感谢我们巨野，谢谢我们洋洋，感谢我们 One Piece， 谢谢我情哥的520特效，感谢我们虎，谢谢我男生哥，感谢我们深情日记，谢谢我们鹿，感谢我们子枫，谢谢我们罗云，感谢直播间每一位哥几本，谢谢大家给我爷爷送的，谢你们，谢谢我波仔，感谢我们内水，谢依依，谢直播间送棒棒糖的每一位哥几本，谢大家，感谢大家辛苦了。你们家助力人数是多少？助力人数71是吗？71，我们家就差三个，我们家是68。是的呢。好。我们是那个所有的斗币都花在刀刃上。来说奖励，咱们怎么奖励？奖励，要不我们来个才艺吧，开局第一把。才艺，什么才艺呀？开局第一把，太随机了，没事儿呢。来个那个动感一点的呗。现在还允许擦边了？现在不允许擦边了。不擦的动感。不擦的动感，行。我看一下啊，这现在不让擦了，现在老爷儿了，现在。是的。我前两天被抬了564。来，我们跳一个吧，跳一个。Sexy back, yeah. The mother boys don't know how to act.
your back. Yeah. So I'm turn around and I'll pick up the slack. Yeah. Take him to the bridge. Dirty babe. You see these shackles, baby, on this slave. I'll let you with me if I misbehave. It's just that no one makes me feel this way. Take him to the chorus. Come here, girl.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Come to the back.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VIP.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Drinks on me.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What you twerking with?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Look at those hips.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You make me smile.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o ahead, child.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et your sexy out. I'm bringing sexy back. Yeah. 跳完了，累死了，行，那我先撤退了啊。好，我不爱看， okay. 我主要带兄弟们看。啊，你不爱看，我知道。Girl, let me make up for the things you lack. Yeah. Cause you're burning up, I gotta get it fast. Yeah. Listen. Dirty babe. You see these shackles, baby, I'm the slave. I'll let you with me if I misbehave. It's just that no one makes me feel this way.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Come to the back.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VIP.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Drinks on me.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What you twerking with? 谢谢大家小心心，感谢我的宝贝，谢谢我的宝贝。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Go ahead, be gone with it. Make me smile. Go ahead, be gone. 感谢我们先生，谢谢我先生，谢谢我们武进哥，感谢我们子枫，谢谢我晴天，再次感谢我们静静，谢谢我们洋洋，感谢我们洋洋宝贝，谢谢我们 One Piece， 感谢我们虎虎。啊，明天直播间早上七点钟打人气票。好，咱们明天早上七点钟准时打人气票。我明天会很早就起来的，明天早点睡，今天早点睡，不要睡过头了。我直接不睡。我就直接不睡了。还有我们画全画全花式。我今天晚上的嘴都有点不太利索了，今天小嘴嘴有点不太利索了。明天早上是敲门了。我的嘴都有点不太利索了。欢迎我们秦汉。九月打我找我干嘛？怎么了，九姐？有啥吩咐？怎么回事啊？对面保安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是保安啊？今天怎么了，九姐？保安怎么了？保安不能直播吗？九姐，你是歧视保安吗？是不是有点歧视？哦，没有是吧？嗯，行。那咱们今天怎么玩了，九姐？嗯，你说吧，我都可以。哎呀，这会儿了，刚刚打了一把，就是。助力，咱们要不打一个小小的总票了？嗯，可以呀、啊。怎么样？或者是出去打个四人都行，都行。就是你，咱都行。啊、最打个四人吧。打四人是吗？那你就那两个软柿子吧。咋？你我当第一名，当第二名，他们就当第三、第四都可以。一会儿第一别被抢了，嗯、我们俩一起被揍。一般情况下的话是不会的，要不咱俩一组，咱们俩打他们。哎，可以。研究。就是发九言啊，九言来个口号，九言我们家兄弟们想个口号吧，咱们出征得要口号是不是？九言九要言儿啊，九言酷酷，我就要言儿，九言咱两个软柿子肯定不能拉木雪、嗯哎，暮雪昨天都手下败将，什么七雪八雪的？真假？啊，昨天手下败将都不用说话，嗯，昨天把他打了就七雪八雪。你拉呀，一起拉呀。行，我以为你在哪了，你不朋友多吗？哎，最近都没有 PK， 朋友太少了。没 PK 呀、啊？咋不 PK 呢？我怕拉低的容易拉低你的 GDP。
哎呀，不是听天朋友嘛，朋朋友友的不 PK 呢，哦，就是那利用 GDP 就不能连我了是吧？朋朋友友的这一天天，啊，我把王思瑶拉进来，我看他来不来？怎么回事啊，老师？今天戴个帽子，怎么回事啊？刚跳完火车摇啊？我不需要跳火车摇，直播间哥哥们都爱看啊。老六明天打人机票。王思瑶，你明天打人机票是吗？Hello, 妍妍，对对对，我、oh, 你找个队友吧。你找个队友吧、嗯。我跟九月一组。你找个队友强有力的啊，就是别拉低我九姐 GDP， OK， 我九姐待会儿礼物都要溢出来了。今天晚上咱们是九言九言啊，就是要言儿，就你俩现在只能组合了呗，就要言儿，对，没错，主打就是输不了一点，主打就是输不了一点儿，太狂妄了，太狂妄，九言儿九言儿，咱们酷酷就要言儿。你明天几点打人气票？太狂妄，明早七点钟，晚安。我还在睡梦中，你家你不知道那鸽子别过来搭把手，看你求求我，还要求嘛？那这一天我还要求，绝了，伊犁。哎，现在过来打一波，嗯，九月咋坐下了？还以为他站波了，来一起冲一波来，赶紧，没朋友啊，那个姚子。我拉了三个了，没有人。拉三个没有人拉进来。来了来了，太需要。Hello 一年，你们俩一组， Hello, 我跟我九，我跟九姐一组，就你俩一组，咱们一起打一波，好吧？你加油哦。嗯，你加油啊！输了咱俩一起。我觉得这俩都比较。惩罚往天上定啊！我们输不了，我们输不了，惩罚往天上定。那咱们玩一个过程吗？过程可以、啊。那必须玩过程呀、啊！过程、啊、不是江妍妍这个碎嘴子，不让他中间说话，他难受死。那必须玩过程啊！啊，来了，哥姐们。三分钟点火组，点火组请就位，点火组请就位。前一后三，换我肖恩哥。亲吻，亲吻组，点火组，亲吻组，棒糖组，我们一起冲一波。前一后三，欢迎我们道明，能走一波，能走一波，走一波，好不好？能走一波，能冲一波，冲一波。欢迎我们肖恩。啊，九月的实力很强，你是瞧不起咱们直播间实力是不是？嗯，大雨滂沱啊，咱们家要啥有啥，咱们家要啥有啥，四千三个，感谢我们金眼的棒棒糖，谢谢我们金眼的棒棒糖。啊，一起冲一波 ，OK。叫嗓子叫太慢了吧，兄弟们。冲一波差不多，差不多，一起冲好吧，差了不多。感谢我人间小星星，谢我人间。老六，你家怎么回事？抓紧给点力呀！我们是要开麦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开麦呀？哦，说吧。欢迎 Hi Baby。哎，八分多钟了，等我开个麦啊！开个麦，开个麦。笑死我了！你没有发现我冠名权？谢谢笑笑什么？有多大？有多好笑？有多好笑？嗯，谢谢我们静静的热气球，感谢我静静的热气球，谢谢谢谢。王心瑶这一天天，王心瑶，你一天天就像穿裹了个浴袍一样，你这一天有票吗？啊，一天像没穿衣服一样，裹了个浴袍。谢谢我们学长，感谢我们学长。是不是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每天要就是说就是过程要玩过程，你每天都穿成这个样子，我随机上，是不是？负责好吗？老六负责。啊，这个一年儿，一年的话，咱们就是今天第一次见啊，也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的实力，但是我觉得你不要什么 PK 你都进来，好不好？拉你就进来呀、啊！啊，王思瑶不要笑，王思瑶不要笑啊！你没有票，你笑，你十九票你也来进来，你也敢进来，拉你就进来是不是？洗脚，你十九票啊！他说洗脚票，九月，你们家负责上票啊。没事，你尽管嘴，放心。王思瑶，给你五秒钟拉票机会，五，哎，四，我们家上了一千票吗？三，感谢超哥，一，搁那放着呢，搁那放着呢。不要说话了，欢迎我们猪，这是谁来了？这不是我们猪猪来了吗？啊，你们俩完蛋了，欢迎我猪猪。九月该你了，该你了。啊，感谢我猪猪太空喵。该你了，没有什么话嘛，主要就是觉得这 GDP 有点被拉低啊。咱就是说，咱们俩
组个组合怎么这么强呢？咱们以后不要叫最强 九言，咱们就叫最强颜值组吧。哎呀，咱低调的，给他们两个 一人一口饭吃嘛。这咱们就是已经是顶端顶尖了，他们俩都没饭吃了。这两位老师怎么回事啊？有点太保守了哈，老师，你啊，老师。王思瑶真没票吗？王思瑶，哎，这个一零没分吗？我这不是有一千票吗？一零，你这一千票太少了，打我们两个一千票，你就只能一千票出来打 PK。欢迎我们猪，谢谢我们猪猪，感谢我们猪猪。你看你们家都不算票，我们家大哥有票都不想上。你的爱你的季节和马车都没点亮，你在这雾喧喧。嚯，这什么话？看的是马车和啥吗？咱们这把打的是马车，打的是展馆吗？王思瑶，打的是马车，我们是打的是展馆吗？你展馆点亮了你。你现在这把 PK 你票少啊，你还怎么这么嘴硬？给我做五个震动。严姐今天收到那什么十万。九月闭嘴。九月闭嘴说话。五个震动，赶紧的。这疫情这嘴咋这么碎呢？票少还嘴碎啊？我们家个哥怎么不想点？要点早点齐了，懂我意思不？一零，给你五秒钟拉票机会，五、四。三，那个无所谓啊，兄弟们，主打核心。二一，好，不要说话了，给你五秒钟，还是397票，给你十分钟都没用，没中用。二，王诗瑶，你实在不行的话啊，你就休息一下，那天天早上播晚上播，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换一个直播内容。你不是早上播晚上播一样？是啊，怎么回事啊？没分怎么话声还这么大呢？我早上播晚上播，我大哥有票，你大哥有票吗？你一千票，你以为你很多了？嗯，出来打 PK， 你只大张嘴是不是？就喜欢让我五五十宣你，你是不是有点就是喜欢玩那个什么？多少喜欢玩那个角色扮演啊？你是不是就是喜欢我们就是五五喧喧你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在直播间就是喜欢咱们一起五五喧喧啊？就是喜欢听这种不中用的话，是不是啊？啊，我的嘴都已经缩干了。九月上，喝口水先。这个依林姐姐怎么回事啊？依林姐姐出来混嘛，带点分嘛，一天天的，哎，没话说了。哥，兄弟们，压制的太狠了，老师啊，怎么回事啊？出来混嘛，带点分嘛。我们家又不是，我们家大哥又不是电焊工，怎么回事？把你们血条焊的这么死？1426两个人加起来还没我们老六一个分多呢。咱就说，老师啊，老师不行的话，咱们要不找个班上吧，老师、啊。是两位老师，听说行、啊，九月老师是词汇太匮乏了。那九月词汇，你先休息完，词汇太匮乏了啊！你都已经就是喊不出、刺激不出对方的，就是那个痛点，知道吗？你要一语中的，你直接把他就是压住他的命脉，你怎么回事啊？一天天啊，王诗瑶还笑，你有票吗？你100票、1000票，你笑了那么久啊？啊，一零，你可以把脸露出来，就是咱们一票也可以露脸啊，没事儿的。就是这个王诗瑶，你一天天的，你手指什么？你这家电费挣回来没有？你把灯开那么亮，啊，你以为能照亮你的美吗？只会照亮你的。是三分钟啊！我跟你说，最好说好你的卡，啊、说不定我大哥最后一秒来吧，来，你都小心点。嘘嘘吧，嘘嘘，嘘嘘。嘘嘘，老师，你等着。OK， 我等着，来吧。我等着，看那么。我嘴都缩烂了，我嘴都缩烂了，这还不上票？谢谢希腊哥之梦，咱们发个红包一起冲好吗？咱们家小心心往直接往前面干，小心心。最大的红包直干直接干，能干多少干多少。咱们家小心也小心大队也可以去冲，需要直播间每一位说他，需要直播间每一位哥哥姐妹说他。欢迎我们8号，需要咱们直播间每一位哥哥姐妹说他，需要大家。欢迎风月冲天先生还在吗？先生你不会听我就是念经念睡着了吧？感谢我们虎的棒糖。
呀，洋洋，你看咱们家展馆还没点亮，出去打 PK， 人家一语中的说咱们家展馆没点亮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了。虽然说咱们票多，但是呢，咱们的展馆还差两个。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哥姐们能够一起把洋洋点亮这个展馆？咱们出去 PK 的时候都有底气了。你看这个王思瑶，我看在王思瑶的展馆啊。全点亮了，你看到没有？全点亮了，难怪他这么有底气。他这张票少，他的嘴都笑开了，笑开了花儿。感谢欢迎送新辣，感谢我们风月同天儿。欢迎 PK， 欢迎随风随缘。能打一把最后五十秒，最后五十秒。我一看展馆都点亮了呀，还有两个展馆，还有两个展馆没点亮，咱们打赢了我们跳舞好不好？打赢回家跳舞，打输了咱们就我来扛。欢迎吴晴，最后二十秒。Everyone on holiday。保不齐这王思瑶他们家可能会偷塔。Put your drinks in the air。觉得我能赢的，我们扣波一。觉得咱们这一组，咱们只有盐团队能赢的，我们扣一波一。Shut up。寂寞哥，感谢我们诸葛，谢谢我猪猪，感谢我们风平浪静，谢谢我们杨洋，感谢我们杨洋，谢谢我们风月，感谢我八号，谢谢大文，感谢我四叶班，哎呀，谢谢我们，谢谢我们泪水，感谢，哎呀，谢谢寂寞哥，你上太多了，你属实是大炮打上蚊子了，你他们家都没上票了，大票、哎、大炮打上蚊子，寂寞哥，爷爷，你不是那个三百票女孩了是吧？不是那个脑袋上、哎、王思瑶，你说你这两天撵我，你赢我吗？王思瑶，你说你这两天打我十把，你赢我几把了？嗯，你直接说，你直接说好不好？谢谢他啊，这两天一个比一个拉。你看九月那嘴的笑，你这两天一个都比一个拉。九月真的是啊，寂寞哥糊涂，我真的说，我认真的说，寂寞哥怎么这么糊涂啊？听别人说你没有马成的空空。哎，你待会儿舔行吗？待会儿舔，待会儿舔，我大哥呢啊，你舔不明白行不行、啊？来吧，奖励什么说吧。来，奖励奖励我石瑶，石瑶来一个，来一个，五个性感 pass 行不行？别把我们带走啊！不会，诗瑶她不会啊，不像九月啊，九月你一天。一点都不性感。对，我诗瑶是那种气质型的，九月你跟着学一学啊，诗瑶。那他有什么看头？我说反话呢，绝对不是性感。来吧，来，欢迎我们雪姨，欢迎我们肖哥。来一个音乐吧。哦，你没有音乐是吧？没有音乐，给他整个音乐了。啊，你不整音乐是吧？你给他整一个。行，我给你整一个。你出来打 PK， 连音乐都不整啊？职业主播怎么能不剪音乐呢？咱不是擦边主播呀。我擦边，我擦边有你擦的少吗？啊，我擦边有票，你擦边有票吗？还有我们姑，老妹，老六，是我放大吗？是你放大。我们完事儿了，哎，还没开始呢，结束了。谁说的？我都做完了。九月啊，你这是赶不上好事儿啊！你这一天天不给人家放大。不是从哪放大？我第一次玩这种。第一次玩，不行不行不行。来，一年儿，一年儿是什么类型的主播？
可以唱歌，可以娱乐，都行。对，咱们都是娱乐主播。嗯，刚刚都是节目效果啊，不要在意，因为咱们就是歌词不行，换个麦呢，咱。哎呦，这个麦实在不太行，跟我有感情了，我是念旧情节，就是有点念旧。咱不行，换个麦呢，就这么多钱。有点念旧，欢迎海阔天空。九姐罚吧，九姐。你罚吧。我罚。哎呀，多大呀？咱俩什么组合？九言组合啊，言九组合，来。啊、给你一个机会，也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机会。那要是不想罚的话，不行，我自罚呢。不行，你不行，让丽丽也卷五个性感 pose 呢。要不我们丽丽自罚一杯。不行，丽丽也来五个性感 pose 呢。来，不行，那丽丽也来五个性感 pose 嘛？什么罚什么一杯？谢谢红包，谢谢原地踏步的红包。欢迎我们啾啾哥哥，谢谢我们好好的连荔枝，感谢我们好好。那我放一下音乐啊。好好 ，OK， 这是一个专业主播，职业主播，职业选手。不，纯是业余爱好。别人好多、业余爱好好多吗？哎，我怎么调一下角度啊？哎，怎么放放大？左上角有一个三点，就是、点左上角它有三个小点，右上角有个三点，对。九月啥也不知道，白当主播了。你这钱白挣了，在这都不会放大。完了，第一个刚结束，重来。重来，重来，你看。职业的，火到了，学到了。哇哦，有点东西啊，老师。第二啊，就有点短。你看老六那个眼睛眯成了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真他妈少啊！第四个，就是我的话，家长这个眼神一看就是职业选手。第五个，老师能不能教我画画眼妆啊？老师，化妆师画的。第五个的情况下，他们最乐意看的。哇哦 ！OK。不错，王世瑶学一学王世瑶，这一天天的。真烧了，献丑了，各位。没事，不烧了。好的。OK， 我们互关一下吧，我们互关一下。好的。是要给你点关注了。哎，我怎么？依林老师给你点关注了。OK， 我们都留个回关。OK。好。哎，我为什么点不上关注啊？跟九。你为什么不给我点关注？不是瞧不起我吗？不是，我这卡了，真的。我不应该是你点，我一会儿下播给你点回关。你看九月这一天天，你看九月。忘记了，不可能。你们俩打一架，你们打一架。3182321。哦，对，手机可以是吗？你看，只要想得到，什么方法都可以，你就是不想得到。哦，手机也可以啊，我不知道哎，手机可以开进去吗？我不会耶，九月。欢迎长哥。开玩笑，你下播回关就好啊。好，回关了 ，OK 了，拿手机点了 ，OK， 那咱先沉淀一下吧，美女们 ，OK， 拜拜，OK， 咱先沉淀一下，我要唱歌了，我要跳舞了，我在直播间载歌载舞了。No bragging, no boasting. It comes with the lotion to hydrate your soul, hydrate your mind. Beeps. 欢迎我行我素儿。你们想看什么舞蹈啊？有想看的舞蹈吗？想看舞蹈吗？Party train.
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加团，对，瑶瑶，你那个号没有加团是吧？今天可以加团。啊，到时候直接打付费就行，直接打付费。哈，九井儿，九井儿，下班了，咱俩一组，打他们俩是不是？完全。